好的，欢迎回来木曜四超玩，嘿嘿。刚刚我们看到泱泱啊，实在是一个大胃王，你真的很会吃。而且刚刚有那个观众朋友在问，他说那个是不是有分卡牌？就是没有，这点我可以这个挂波紧，因为我从头看到他吃，像一直看完，我觉得只有两个字，离谱。嫌恶，嫌恶，厌恶，我被厌恶了。对对对，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很难得看到一个女生这么能吃，真的。然后一些讲一些有的没的那些东西，就是觉得哦，这个人好无趣。可是我真的真的，哎，要贪吃又能吃不容易。因为温像温妮就是很贪吃，可是她只能吃一点点。对，她就是我想吃，然后没了这样。我想吃那个，饱了就没了。人家是想吃又可以吃很多，然后又很拍脆到，还有想吃那个拍脆到是什么？就是比较挑食，挑食对对，我要挑喜欢吃的来吃，好吃的，嗯，是高境界了，跟哪个一样啊？境界了，境界。懂得美食，好不好？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她这么会吃的女生，应该。也还蛮不错的，这个是属于一种消费型的女性，可以说是纯消费者，都能促进经济繁荣。对，也就是说一个算是强力的自奋机就对了，算是就是感觉不太好听，对，没，就我改成好了吧，好不好？不行，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但如果吃东西的话，你会去 Seven 买吗？我啊，便利商店，哎，我会啊，我会啊，你会，因为有些你这么老饕，没有没有没有，哎，其实你不要讲，身边有很多东西很好吃，哎，比方说，我如果说我想去，哎，懒得削水果，我会去买他的水果，嗯，还削还不错，新鲜水果，然后我有时候我还会去买他的饭团，嗯，但是以前他饭团，我觉得那个鲑鱼都包的还蛮大的，现在越包越小，你咬很多口才能吃到蟹，对，好像说那以后你就干脆用一个饭团就算了。哎，讲到这个，我真的要推荐一下，他们最近有他里面可不可以稍微包大块一点？你价钱算贵一点可以吗？我已经在暗示你中断这个话题，你为什么要继续？不要，你不要维持原来价钱，比方说你25块，你可以涨到35嘛，但你鱼要大一点嘛。好，他最近有一个明太子龙虾沙拉很好吃，我已经连吃7天了，我每天哎，我也推荐一个，你连吃7天的，推荐一个很好，你连吃7749天，那我直接就差不多，你需要用到这个了，对对对对，你要推什么讲？健康玉手，我推那个。三种起司的那个三明治，啊，那个我也喜欢，微波超好吃，那个真的看起司三种起司，你知道吗？我一个徒弟叫孙杨，他从大陆来玩，他推的是所有便利商店的拉那个凉面，因为他每一种口味都吃完以后，他觉得赞不绝口。Oh.没有凉面吗？他们吃不到这么好的凉面，他这个凉面真的太好吃了。最近有一个，而且他可以一碗接一碗，吃了5-6碗。最近有一个战旗乌龙凉面，相当好吃。我刚下午才吃，好不好？还有一个辣辣的那个鸡腿三明治。牛二两辣鸡腿，对对对对对，你好强啊！你真的是过分了。其实你问他所有的便利商店，他都可以给你分析哪一个好吃哪，因为他这几天都在吃便利商店。我甚至于说，哎，我们去吃里面，不，师傅，我们吃便利商店就好，便利商店太好吃。还有早餐都会帮我们买便利商店。对对对，很奇怪，真的假的？他们很爱吃便利商店，满场门够吊足胃口。好，接下来我们要见7万多人，就是来看吃 VCR， 然后前面耐着性子听我们打这些屁也打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要看好，万众期待，万众期待。一日便利商店店员，请看。太阳，我问一下，刚才讨论卖虾菇的问题。哎，我听到，我们现在在讲，意思说你欠我们的虾菇，今天是怎样 ？7-Eleven 有在卖虾菇？虾菇早就退掉了，没有，早就什么时候退掉？那时候只给我们一半的扣打。我跟你讲，不只是一半，而且我跟你讲，你上次买的虾菇是已经煮过的虾菇。不是不是，我自己讲，上次我买一只赖尿虾。我欠我们一人2斤来着，2斤节目还要不要做？我跟你讲，你要么就是要给战车，要不然就是给虾龟啪死。虾龟，虾龟，黑锅啦，虾菇啊，对吧 ？Seven 不是什么都卖，不是什么都卖。真的，如果你今天 Seven 在卖黑锅啪，你被请假去，好不好？崩溃了。我跟你讲，搞不好未来会有。真的假的？我跟你讲，未来会有，但今天就没有嘛？今天到底要干嘛？要干嘛？我跟你讲，最近发现一个事实。
觉得艺人大家都会思考副业或者转行，对不对？我觉得艺人很适合当便利商店的店员。我现在是还没有到转行的那个年纪啦，但是台哥你可能是需要来见习一下。九度就业，像你是开副业，但是我现在没办法做副业，我就是你要找我去做副手。副手。而且我觉得便利商店很，因为里面吃的东西很多，饿了随时可以拿来吃，买来吃，没有，买来吃，我自己买来吃不行啊，是可以，奇怪，大哥，我自己不能买来吃啊，奇怪。你比如说你，我就是说它的便利性很方便，而且你看我这样走遍那么多的国家，台湾便利超商尤其是 Seven 是最方便。我跟你讲，台湾的便利商已经快要变成餐厅跟 hotel。还有我跟你讲，我们今天选那个双高门是不是很屌？这边有什么新服务，都会率先在这一家店公厕。你知道什么是公厕吗？我知道，大家上了厕所。抢没有？不是，我根本就他都没有回答，你就打他。我跟你讲，你现在很喜欢欲加之罪，对，怪莫名其妙。可能你现在莫名其妙，公厕先你。没听过 Seven 卖蒸奶吗？现在除了茶叶蛋、热狗、关东煮、咖啡、双起灵，还有卖珍珠奶茶。会不会以后 Seven 连机票都买得到？哎、欸，机票本来就买得到啊，机票本来就买得到啊，国内机票可以啊。好了，以后都在 Seven check in 啦、啊、，OK 了，没关系啊。好了，所以现在不要乱讲。我跟你讲，现在 Seven 要上班还不容易，真的什么东西都要会，要泡蒸奶，我买过一次，他会问你说，那请问甜度怎么样？这么讲，如果我来做的话，我会做到细到你。请问珍珠要几颗？请问要半颗还是四分之三颗？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应该要不想做，然后离开，让学姐来，我比较好接。我就这样，快点走。怎么会那么多东西要顾啊？怎么会那么多东西啊？欸、很烦哎、欸！我要撤你，你要不要也走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听他？台哥，台哥，因为等一下录完影之后你是没事的，我还有事，我很忙的，我现在在这边等于是陪你录影。好。大哥，没关系。好，那我走。走了，我这样，太快，我就跟着他走。太快，那我们就跳一下，然后就说，好像做东西，好像不是很适合。啊，这段一定是这样直接播。好，好了，来，然后跳一下，然后想说，好像做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适合我。跳一下，跳跳跳。我跟你讲，陈百强，如果你讲这么多事情的话，我觉得真的有点没得晒。你现在情绪好像，麻烦，情绪很像，好不好？我要做珍珠，弄那么多珍珠，我要不要把它弄成项链，给顾客挂上去？因为今天没有办法拍，对不对？他不拍我也没办法拍了。好，那我们。只是想要啪啪，只想跟你啪啪，相信我吧，别再笨了傻瓜，甜言蜜语废话，就是想要啪啪啪，千万别随便跟他回家。只是想要啪啪，只想跟你啪啪，一堆鸟话说得完美无瑕。我怎么帮你拉拉链？为什么？你管他要怎么帮我拉拉链？你不要进入人家的梦想。梦想不能梦成这样，好不好？他手干嘛去碰他碰你的手？他自己要碰我的手，我的梦也不想这样。好，你继续给我梦，我看你怎么梦。只是想要啪啪，只想跟你啪啪，相信我吧，别。为什么可以舔他手指？你可以进入我梦境，我也可以进入你梦境。我舔我自己的手指，你会不会借位啊？接吻，你会不会这样？就是懒卡，整天想要啪啪啪，啪完了之后撒又拿啦。我看不下去，太 over 了。他帮我呼呼啊，他帮我呼呼呼。太吵。他那个是 TT， 你不要放过他。我梦完了可以了吧？我先梦。对。嗯。今天没有办法拍对吧？他不拍我也没办法拍了。那我们。请问现在 Seven 就是像您这样子的，大家都很亲切。是是是是是。那我其实我觉得我跟你讲是这样，因为我呢从小就是要立志要当 Seven Eleven 的店员。其实我也是。对。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先签20年的终身的？好了好了好了，从来没有一个一次一下我离开这么久，流程却可以进行得如此的顺畅，仿佛根本不用我。其实我觉得刚录的不好，我们先再一次。对。还想要多聊。带的不够，我们基本上都是要这样，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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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用。大家打的，我们俩现在是发自内心觉得这个系列真的是不错。其实是真的，真的是不错。我一定要在这边打工啊！那我想问一下学姐，以我的年纪，25岁。我还能够，不是还能够，我从事这样行业应该是刚刚好。没有问题啊，只要亲切，不认真。不是，我真的好亲切，哦，我真的好亲切。哎，我是亲切，我是这样，我就是这样。那如果我在那边打工，或者我在那边学习嘛，有机会你教我吗？你要煮个菜单，但我不会，我必须要学姐抓着我的手。抓着你的手怎么样？不用，我们两个，是我们两个，你误会，是我们两个。等一下，我看一下前面片段，片段我调一下，我看一下。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我真的打错了，我从头到尾都是。想要来学习一下，就是像做煮茶叶蛋啊，煮什么鲜脆茶、啊，然后煮一些咖啡这些平常要忙的事情這樣。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忙。两位已经决定了，对不对？对。我跟你讲，开始工作。好。学姐，你要把我的那个头纱掀起来。老婆，怎样？什么事？没有，我是说老婆，好努力啊！今天老婆一起努力。好，于天，你再给我说。OK， 老婆加油。OK， 好，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就按照我的 SOP 走吧。欢迎光临。好，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工作。对，请学姐教我们。对，请问学姐，我们现在要开始要做什么？我先教你们分鲜食。首先，我们鲜食的话分两个时间，是中午是半夜。那我们如果货比较少的时候，就要把它摆整齐，是，然后让台面看起来是满的。哦，那我教你们。好，我好喜欢看你教我们哦。哎，你给我好不好？你认真一点好不好？不用特别演出那种姐妹的感觉。对，我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让她可以顺流水的教我们？对，麻烦学姐。OK， 那我们现在学姐，我帮你拿起来，你就不用蹲起来。好，但我现在表现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非常棒，因为我们通常会有实案问题，所以这个通常不要落地。对，不能落地了。对，实不落地。现在首先看一下日期比较近的要放前面。是，这当然的啦。就是明天做的就放在下面，后天做的就是放前面。好，台哥，我帮你拿着。好。包的。太重，全。哎，我比较重。你要让 Kid 练习一下。对呀，哎，我这才重吧。通常那个冰起来的食物要马上上到架上，没错，会比较安全。哦、当然这样了解。那学姐这样子 OK 吗？这样看起来是 OK。很棒，学姐说很棒 ，OK。大家记起来。好，我们都记起来了。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步要学什么？茶叶蛋可以煮来一下，因为自己也蛮想吃。学姐怎么走？这边走。那我们现在要煮茶叶蛋。好。那通常我们煮茶叶蛋的话，会放六颗蛋。六盒，60颗。哎、欸，不好意思，现在这样一颗蛋才10块。10块有涨价。这有便宜耶，真的是。蛮边，那放下去之前呢，还要再敲一下。是不是直接这样子？还要敲？哎、欸，对不起，学姐，它这个地方有破啊。对。那、啊、我们在这边就要先把它敲破吗？稍微敲一个小孔，这样才能让。对。
啊，可是万一我敲太大力，它整个跑出来，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煎蛋的部门嘛，对不对？没有，那要买单。是吗？哎，要分正反面哦。我知道，比较胖的是在下面。对对对。所以要敲的是下面。你要听一个声音。哦，这个声音，好可爱的声音哦。那你试一下。有了。太多。有一个煎蛋的部门吗？哦，太大力了啦！哦，赔钱，太大力了，对不对？对 ，OK 吧？这样太大力了，太大，我就 OK 了。哎哎哎，人是不足怪事有余啊。所以如果我们去一家 Seven， 它的茶叶蛋里面是蛋花汤底，就表示他们的店员是新来的，就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告诉所有要来 Seven Eleven 上班的朋友要注意，敲这个蛋的时候不要敲的这样，对呀、啊，好不好？千万要注意。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陆续把它放进去。对。哎、欸，所以人家传闻说 Seven Eleven 的蛋是用破的蛋，其实。都是自己弄的，还是因为这样比较入味？对，所以有很多比较瞎七瞎八传闻。对啊，解除了网络谣言。颜色很漂亮，这刚刚就是敲的位置，这样。一次脱壳，哎，哇，哎、欸，很美，哎。那它到底味道是怎样的？它应该还有汤汁。哎，一般的茶叶蛋就是有时候卤太干，它是根本不可能是汤汁的，会很干。它这就是刚刚好的茶叶蛋。凯哥，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吃，你要分大家吃啊。哎，分我吃一下。不能只有你们两个吃啊。没关系。哎，都是你吃过，学姐才不吃的。啊，学姐先吃一下，再播。上班是不能吃东西的，还再播一个。刚刚那个不是吃东西，是在秀给我们来的消费者看。对，说这边你那杯 Eleven 的蛋有多新鲜，而且像我们这样巨细靡遗在解释它制作茶叶蛋的过程。对，如果他们还不找我们两个拍广告 ，Oh my god， 他还有什么人性？真的。刚刚那个公关部的经理本来是在旁边陪我们一起录影，然后你一讲到广告的问题，他就直接走出去。用茶叶乳包，对，专用的。哎，你们不会觉得很惊讶吗？为什么包装弄得这么漂亮？对啊，这不是要卖？哎，照理说他们不需要再花成本去印制这些东西。而且他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不添加防腐，这是一定要讲。就我刚得到一个情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全部都已经先弄成液体的状态？他如果先全部弄成汁液的话，到时候食安检查抽查的时候，因为整罐液体它里面的那个浓度已经一样，所以他只要验一部分就知道全部是 OK 的。可是如果是验茶叶的话，就只能抽查，所以不行。我觉得你真的懂好多，你好适合到 Seven Eleven 上班。我真的觉得你不要再当制作人，好不好？要胶带、要像要像鸭吗？对对对。OK。好 ，OK， 那我们煮四小时。学完煮茶叶蛋了。好，那我们去煮关东煮。好，好，走关东煮。好。那我们就来煮关东煮。好的。关东煮，我们现在已经把汤头都已经调好了。啊。就是。这是汤头就对了，对不对？可以拿来卖吗？也可以，是都是 OK 的。对，那我们好，我们继续继续嗨嗨。那我们通常会试口味去调整，就是料加下去提到某一点。我就是另外的在就是，其实下锅是直接可以使用，就是在后面先把它煮，是用清水煮，这是也是用热水。这边对汤头我们直接调来，我们先用一个大火，然后加热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学长，是我一个人在学吗？我忍了三杯了，我也忍了三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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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误会了，因为他第一杯的时候，我试到了它的清甜；第二杯，第二杯我试到的时候，试到它的甘味；第三杯我在试的时候，它又回甘，然后我又再喝第四口，还喝。凯哥不要再喝了，我们认真学习一下。因为刚刚学姐讲，我都已经听到。好，那我考你。他说这样子直接放入关东煮的料。对。那些料是直接放上去吗？要先解冻完。解冻完直接放进去。直接放进去，再后来用没有这样子，就用没有这样子，直接冷冻这样放进去。然后他觉得这样并不可以，又改了，所以他是一个现在怎样？
不对啦，他要在后台先煮好煮熟了之后，对，阿扁放冷嘛，你过来一下吗？你过来一下吗？不是，它原本就是熟的，它等于是穿烫的逻辑。所以刚刚部分我也是讲错一点，连这个都不懂，真的是。所以请你过来一下。所以现你一个拽样拽什么？刚刚只有他在听，我都认真在听，你就认真在喝，我到现在一口都还没喝，给他喝一口嘛。我觉得非常的 OK。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外行人说 OK， 谁知道 OK？ 你要让内行的人喝看才知道 OK 啊。来，学姐。口味的话稍微淡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下料之后味道还会不一样，那我们再来试喝看看。谢谢你，这样不喝了吗？你不喝了。我都没喝到你。你的意思就是这样，我先把你喝掉，我不想让他分心，我只是不想让他分心。我们要下料了，要下料了，这个都是已经都煮好。对，这是我们在后台已经过了两次热水，用意是我们会有一些浮油，对，沥干就去油了，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它的汤非常的清澈见底。我是比较认真，的确，不好意思啊，来吧，认真一点，你还有机会。太久了，快点呐！那这个不好放，没关系，这个先不要放。我的扇子，我跟你讲，像它这个，我去测试过，就是真的，你拿过来煮的时候，它大概是九分的软嫩，经过再继续炖煮之后，就会刚好。好，虽然这个气氛还不错，然后你也吃得很开心，但是工作中是真的不能吃东西。全国 seven 的店员不能做错误示范。我跟你讲不能吃，因为我在这边要告诉大家，我们当店员就是当店员，不能吃。我为什么会吃的原因是说，说怎样？我没有理由，我错了，好不好？开始那个运镜，开这样拍广告，对，刚刚其实里面有三四个错别字，要跟家军讲一下，他是不是小学没毕业？第一个错别字是什么？我忘了。哦，欲加之罪，是哪个欲？是欲望的欲。对，好，欲加之罪，欲何患无辞嘛？怎么会是预备的预呢？错了，还有一个什么？第二个，他那个系统是这样，他等一下自动选字，他全部都好。啊，他是这样的，会自动选字。怎么可能？哎，大鱼，嗨，大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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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关你掌口。大鱼来了，欢迎欢迎。怎么了？你为什么顶一坨屎在头上？你是海螺。我们今天做了三明治。让他给我吃，对，真的，我们一起做，我们真的做了，谢谢，你这样看着，你们节目你亲手做的吗？我们是哦，节目上，哎好，我先尝一口，你要吃一下，这个尾鱼很多哦，料很多哎，有到，吃一口会整个掉下来，有到超好吃吗？还不错啦，真的吗？好吃，我把一整个吃掉，台哥都吃很久，哇，一整个吃掉了，可以吗？可以吗？成功。然后你今天被好多妹子拥抱。对，你也要，对，我也行。哎，好吃哎。生日，哈哈哈。哇！哎，我在这都是很低了嘞。哎，谢谢大鱼。谢谢阿东，谢谢。太棒了！分享。我们节目真的好有那种温情，很友善。对呀。谢谢大家会，让我来让我去的。改天我要去你们玩。是需要一个卫生纸，需要一个卫生纸可以。我决定在我去拿卫生纸之前，我们直接看下集啊。好啊，我直接看下集。今天跟尿完的，下集很长，来看。台哥，你帮我 cue 一下。装看下集啊。超水。好，那我们现在要捕热狗。哎，那你们知道热狗有什么诀窍吗？热狗的诀窍要大。我们有分生熟食，那放这边一定是熟食，拍子后面是生的。对，是生的。那它怎么样才会滚到前面来？
所以、就是欸、好可爱的问题，没有，他不会滚到后面来，对对对，他不会啊，他是自己在那边原地这样，他这样煮大概多久？如果不吃就要丢掉了。其实我们都观察他表面上，其实松脂有一点干的时候，我们会下架，不要让客人拿到。哦、下架，对，那下架以后我们可以吃吗？我们会有一批报废的流程。那报废我们可以吃。不要一直想要吃的报废，那报废我可以吃吗？我店员都不能吃哦。重点是不行，不行吗？就是不行，基本上是不行，基本上是不行。我以前在做 seven 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对这个很严格，不能放太久，我们要赶快上。好、哦，还不忘帮我们找回正题。那剩下的赶快要冰回冰箱，冰回冰箱，快！那像学姐这个芝士热狗是不是已经 OK 了？像我们要，比方说客人要买，比方说，哎、欸，今天你要热狗吗？嗯，今天请问你要什么酱？我想要那个番茄酱。番茄酱。今天我不太吃番茄酱，那你要番茄酱吗？不是，我要吃的。是你要吃的吗？对不起，对不起。先生，那你吃那个酸黄瓜酱吗？我不太吃酸黄瓜、欸。先、啊，你不吃酸黄瓜？对，看一下酸黄瓜它是这样。我不吃酸黄瓜、欸，哎，我不吃酸黄瓜。对啊。好，那我这样沾一下，我看一下。因为牛奥良辣，大哥真的不要爱吃，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吃。不要这样，你现在是要来就业的。牛奥良辣味热狗真的还蛮好吃。啊，你可以自己换看，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吃。还不错哦，对不对？是不好吃？学姐，你再骂我一下，比方你骂最生气骂人是什么样？我想听一下。你可以骂说，你老大不小了，然后在演艺圈也混得不好，你儿子这样这么厉害，完全绝对不是你教育的，是他自己开点出后顺，你这个烂咖，这样骂。太你全部都骂完了，我这样子怎么走出 Seven Eleven？ 我跟你讲，我知道了，学姐，你用最生气的样子，比方说人家不跟你好。再这样我不跟你好了哦。好好好好，你为什么猪色？我真的好想不跟你好。没关系，值班经理会跟你好。对，湘君，湘君，亲一下湘君。湘君，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态度会差太多，可以这样子吗？对不起，对不起。好了，可以了。请问学姐，我们下个要做什么？应该问我。请问学姐，我们下个要做什么？我们学做双麒麟。好。双麒麟有卖。我们现在来做双麒麟啊。超可爱！双麒麟！现在要教你们做双麒麟。太棒！那因为双麒麟是我们夏季卖得很好的商品，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客人排队期间，我们要赶快帮客人完成。那我们要先戴手套。哦，就先戴手套是吗？对，那你用我们的惯用手。很美耶、啊！我懂了，好可爱哦、喔！是要注意说它这个口感，对不对？哦，哎、没有反应。哎、欸，他又在吃。你给客人吃一口嘛，不要这样啊！哎、欸，这样你还能吃？我从下面把它吃上去，我自己做。完事完事完事，哎呦！我刚的那个意境是，我看到学姐就是眼睛吃冰淇淋的概念。哦，是这个概念，对对对。你们会的吗？会，他还不会害怕，只会吃。你要试一下，你要试一下。我练习一个就对了，是吧？对，练习一个。我来一个啊。这个我买了，送给陈百强。哎呦，七嘴八舌，哎呦，你们浪费太多了啦！你干嘛、啊？哎呀，打！哎，怎么还在出啊？是，往上。哎，先生，您的冰淇淋90块，不好意思。好，拿去吃。你们都没有考虑到你们两个是那么爽学姐的心情。学姐，你会忍住抹茶吗？真的假的？那，
可以，给我一位，我这次用我自己的钱，然后我做一个给你吃，好不好？哎，请学姐吃，我一定做的。喂喂喂！哎呦，哎，全部行了，统一形象的企业，欢迎欢迎形象，欢迎欢迎，这我帮你敷掉，这帮你敷掉，你再换一个。Non più dovrai far feloni amoroso, notte giorno di torno girando, delle belle turbando al riposo, ma ci sei tu ad un cibo d'amor. Delle belle turbando al riposo, ma ci sei tu ad un cibo d'amor. 学姐，这是为你做的双请，请吃。等一下，我决定。现在让 Kid 做一次，然后让学姐选。看看，对，刚做那个我在。这次做的没有刚刚那个好，这次做的比 Kid 好，真的没有。好，来，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决定一下位置，然后让我去问学姐说选哪一只。你要吃哪一只？我看不到。现在可以打开眼睛了。姐姐，你可以吃一口吗？学姐吃我的，学姐吃了我的，我的双麒麟。哎，像极了巴布啊！那我们现在要学的是珍珠奶茶啊，珍珠奶茶！我好喜欢珍珠奶茶哦。哎 ，Seven 有卖珍珠奶茶，真的太屌了。对，你们为什么连珍珠奶茶都不让他们开了？是我们有做出分别，就是因为我们的茶是用台湾的茶。你这样子又把他们就又砍一刀，砍一刀。对，那现在教我们做珍珠奶茶。好，那我们首先呢，它的杯子里面都会有一条线，看得到吗？哎，有哎。对。这边。真的哎，哎，都没发现这个小细节。台哥，请教到在这边一个缺口。好好好好好。哎，不要以为我看不到哎。其实他还缺口这么明显，哎呦，哎呦，开玩笑，绝对看不到。那这个缺口就是我们要倒茶的一个标准，让茶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加完茶之后加入珍珠，再加鲜奶。了解了解了解。好吗？好，那我教你们做。好。OK， 那你们呢？一人拿一个杯子。小姐，我可以吗？可以，都没有，大家看住我。那我们为了避免事后遗憾，就网友说明明就有，你们这样就先打一个，免得误杀，好不好？我们先扣一个起来，你到底在？万一没有就算。什么东西了？下次你不要乱 A 哦，好了，以后我们要互助。大哥，你真的要这样子好吗？不是于大哥，我不是于大哥。好 ，OK， 那我们现在就把茶加到那个缺口。好。都碰到，不是我怕我会剪到。碰到。学姐，如果珍珠改成珍珠怪可以吗？不行。上班不能喝饮料，所以我们下班再喝。所以你还是选择了我们两个的真爱。好，而且他告诉我们正确的，就是上班不可以吃东西。真的很棒。我下班了，我也下班了。小气我。对，学姐你也下班了，你也下班了。好 ，OK。你喝看看。我们两个都喝喝看。好。爸先喝了我的。都合格，都合格。那学姐，这杯给我。
好了，下一趴要拍清扫的部分，地板要清干净哦。对，还有清扫，还有厕所，干嘛？点蛋。你就不能慢一点再拍吗？我怕来不及，怕拍不完。我后面的事情都瞧掉。阿美，头发乱了，我帮你用。这边这样就会顺。来，快点，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快点喽。他又多喝了我一口，学姐来。扫地啊！哎，学姐这一直在喝我。扫地，可以，我愿意。这样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担任一个 Seven Eleven 的员工呢？先等一下，你今天其实没有做到全部的事，像番薯我们也没补啊，厕所也还没扫，咖啡也还没弄，哎，怎么了吗？要不要我干脆来这边做个装潢啊？我来做一下帮模块，怎样弄？可是台哥是真的，因为以前在做 Seven 的时候，这些工作大概是只是大概20%都还不到，有时候。那阿伯的意思讲好丢了。不是假，我是跟你讲说他们的辛苦，以前我以前当过店员的一个辛苦。可以，是不是？那我再问一遍。好，好，谢谢。今天我们做了二十分之一的辛苦，不对，是20%都不到。那个，好，谢谢。我们今天一点都不辛苦，那我们可不可以当 Seven Eleven 的店员？我觉得你们今天表现最棒的是精神，精神是很重要的。精神，笑容，我就是精神笑容。欢迎光临。告诉两位，到底能不能够在 Seven 当工读生？应该要问一个大咖。不是他，不是他，是这次促成我们整个活动，这次的拍摄幕后的推手。公关宣传部门的经理，都是没有宣传公关经理，公关经理，公关部的经理，经理，现在就把苦主抓进来。经理叫做名字是到思燕，欢迎思燕，思燕姐好，思燕姐您好，今天辛苦两位，没有，一点都不辛苦，应该的。今天我们来这边表现，刚刚 Kid 也有讲，其实我们刚做的只是这个 Seven Eleven 店员的冰山的一角，其实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而且很繁复。然后他要很仔细，因为他们也要为了这些食品来做一个安全的把关嘛，是不是？所以今天再怎么样看起来的话，您觉得我们可以来攻读吗？可以吗？我觉得还不错。就像刚刚学姐有讲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很需要，就是像两位这样很热情、愿意面对群众的人。哦，愿意。而且我们也很欢迎，就不管是青年啊、壮年啊，或者中老年的，请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这样，你一定要在人类的上面分得这么仔细吗？没有，我们只是想要强调，就是我们没有年龄上的限制，没有年龄，非常的欢迎，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谢谢薛经理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也就是我们两个人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贡献我们所学，就对了。对，可以是吧？可以。不过前提是可能那个服装仪容还是要稍微整理一下，像这种。薛经理，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为什么？你自己本身染头发也是蛮漂亮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在门市工作。对，所以是门市工作就有比较严格的。对，在服装上面会有一些规定，那因为还是希望保持一个比较清新的形象。对，那比方像可能平常的话，上班是不能穿短，不能穿短裤的，真的。那像有穿过大概4-5年的鞋子可以吗？可能还是稍微整理一下下。报告学姐，这双鞋子我到底是哪里还要整理？我已经洗干净了，好不好？好，我们没有那么严格，没有那么严格。对于那个中老年人，我们严格没有那么严格。好了，所以两位今天一日系列算成功了。对，真的是谢经理，谢经理，谢谢。所以我请学姐帮忙，那学姐刚刚都很录影的过程都很贴心，还会帮两位整理仪容。Peter 这边好像有点翘起来，帮他稍微整理一下。你不要找你，真的不需要。其实本身蛮喜欢就是对人，然后我觉得服务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因为每天其实都会遇到不一样的客人，那其实在他们每一个困难之中我们去帮他解决，这是最直接的，就对我来说就是解决他们的困难，然后其实从这之中我就得到成就感。我觉得动力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在 Seven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管是工作方面就业务方面的，还有跟客人之间的交流，就是看到客人就是对我们的服务很满意，然后有效回应，没有
的感觉，那种感觉我觉得蛮喜欢的。所以他笑你就懂了。对，就是有些客人就是很感激，就是你已经周边手上那个手边都还有工作了，还帮他帮他做到的嘛，这样那种感觉。对。要先掌声一下。其实我真的觉得哈，这个便利商店的服务人员，我觉得其实也代表一个国家的门面，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也就是说，它其实你看便利商店很多，对不对？很普及。那很多观光客，不管是国内的或国外来的观光客，他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人民的热情。其实，在便利商店里面就可以感受得到。而且，如果便利商店是这样，北北上，好了啦，是吧？要死不活的。你说这外国人来看 ，what the father， yeah， 我都讲 ，what the father 也可以 ，what the flower you，what the fish， 他都会这样，他都会这样想，你懂懂意思吗？他都会用 F 的字开头，对不对 ？OK， 他会突然间很多人 ，what the feeling， what the feeling， 请你用名词 ，what the feel，M-E-E-L，M-M-E-E-L，You are shit！ 所以我说，其实这也是一个门面。那所以 Seven Eleven 的员工给人家一种亲切的感觉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哎呀，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很亲切。”对，它其实有一个这个象征意义在里面。而且还24小时的。对，就是。所以为什么叫便利就是这样啊？我们到日本去看了很多便利，就觉得很便利。你到一个地方没有这种便利商店就不行。而且你看一个街角，就在你们家楼下，下去就有五家便利商店，几乎都集中在你家的门口。下一个街角就有 Seven， 有没有这样？便利右边左转，那便利到就是说走到下面买啊，对面你就不想过去了。而且我现在对便利商店也都有宅配服务，对，甚至直接送到家楼口。宅配，而且在你们家楼下。你都不走下去，还要叫他宅配上来？他已经便利成这样了，对，你还要怎么样？像我，而且在玉山的山顶上面、哦、还有便利商店，对，那这个是太恐怖了，真的是太恐怖了。西藏有吗？西藏有、哦。有活佛都可以卖灵骨塔，真的。OK， 西藏其实没有便利商店，对，他们都是杂货店。哦，对，所以真的台湾去，对，台湾真的非常便利。对啊，因为以前的台湾，你们是没有经过那个干妈店的事情。有，还是有啦，还是有。有吗？还是有干妈店。以前的干妈店是不是会有个上面写个烟酒？哎，嗯，对对对，烟酒一个牌，铁牌子往那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然后门口还有鸡蛋呐，然后还对对对，可口乐，那都会有一个欧巴桑出来面。这样，然后开杠说：“哎、欸、呀，那个开杠啊，啊，长官安嘛，安那，快讲不干。”吃一口，然后继续玩。对，然后还有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讲讲讲讲，然后说：“啊，几岁要吞嘴，叫他给你啊。”然后这样啊。而且是用那个称重的，对，然后他喂他小孩，他喂他小孩，喂来喂去不知道喂到谁，对，很忙很忙。你有看过这个景象吗？有啊，其实真的没有没有，因为我外婆家，你有看过这？因为我外婆家楼下就是，你有看过吗？刚刚我看过啊。啊，那你最少六十年次，没有，是六十五年次，最年轻，真的吗？那你什么时候看？再来看吗？就我幼稚园跟国小的时候，我阿妈外婆家楼下，他现在紧张，对对对，你外婆那时候是不是这样？对啊，快讲吧。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对，而且我一定要说，有一些像是住家旁边的，他甚至会记住你每天来买什么，对，有些人说，哎，你今天要什么，直接掏出来给你，然后直接结账，然后你说，哎呦，很亲切，那我今天不要买凉面了，我就想吃别的，不好意思，那我你要说。哎，我就是要吃凉面。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台湾的便利商店的人员都非常的亲切，然后就是看到对他们没有疲劳的时候，真的是24小时，每天就是这样，就啊、哦，真的是很累。而且我去参与这个工作以后才知道说，他很多人真的很繁琐哎，因为我跟 Kid 两个算是明星区嘛。所以他们对我们是真的是好像是很礼遇。如果说一般人的话，他真的去打工啊，他是很严谨的，他不可能像我们这么。好像了解不可能，就是哎，任何事情都要很严谨，从穿戴的衣服啊，服装仪容啊，然后这个手指甲可能都要剪，所以应该也是不能穿夹脚拖，对不对？一定要穿，就是鞋子，应该都会规定。对，不过我两个地方要补充，你说，一个是刚刚那个学姐，她是101店。
对，每天拍摄来支援。我们拍的是松高门市，它是101门市，去101就应该看得到，大概堵得到它，因为我也没有真的去堵过。哎呀，你这样讲出来以后，明天101整个爆满，对，爆满，那家店整个被冲掉，真的。孙杨立刻就去了。对对，因为刚刚孙杨说 beautiful girl 啊，太漂亮了，哇，这哇，长得是特别特别正啊，特别美啊，明儿我就去看看。还有第二个是一个企业秘密，就是我们在应征新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资历是在便利商店待过比较多的年数，我们会优先录取他。哎，为什么？因为他上手的会很快，哦，有经验，而且抗压性强。哎，我觉得这个倒是真的，他抗压性强，而且他服务意愿高。而且这其实讲的很简单，就是金拉又金踹，金喜又金晒这样的人。哇，这什么意思？什么金拉？就是以前在讲相声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叫卖布头的一个段子。卖布头？这个布头啊，金拉又金踹，金喜又金晒，特别好。什么意思呢？特别好的意思。就是这块布，布头就是布。哦。这块布，金拉又金踹，踹有没有这样踹？也不会破嘛，晒，哎，金喜啊，喜又金晒，晒哦，晒也不会褪色。我知道了，总而言之就是风吹日晒雨淋都没关系的意思。这个总结下得太快了，而且下得很迂腐。打游戏了，打游戏。而且我们很久没有打游戏了。不是，我们的见习生等很久，站了四个多小时。有吗？还站了很久。有人居然知道是魏龙豪老师跟吴兆南老师的段子。哎呀，这个真的是厉害了，好不好？可以说是这个各中好手了啊！金拉又金踹，是金喜又金晒。啊，这中虎头他怎么那么黑？啊，这是张飞，右鼻李逵。打游戏了，打游戏，打游戏是。你知道今天要打的游戏是什么吗？今天打游戏我知道。要请介绍。Arms。大家介绍。好，欢迎那个燕玲来介绍一下，燕玲，燕玲啊。好，那我来讲一下这个游戏呢，很简单，就是分成。也不分层了，反正就是走一个三战两胜制，对，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写的这个有点绕，三战两胜制。然后呢，等一下待会呢，四位呢分成两队，就是两两一队这样子，对。然后呢，三战两胜制，等一下赢的话呢，就可以获得阿爸芋圆。阿爸，哦，就是呢。因为等一下应该会有人想要上诉还是什么的。我跟你讲，赢的人，还有人喜欢阿爸，赢的人可以获得阿爸云，输的人会阿公这个鞋子送给他。没有啦，就是输了，去潇洒你。哇，你太帅了！网络上拍可以拍很多钱。对啊，哎，穿到破哎。对呀。去。对，反正赢的人呢就可以获得阿爸芋圆，然后如果想等一下想要上诉的人呢，就是要喝苦茶才可以上诉。哦，那就不上诉就好了，神经病。对，谁要上诉？三战两胜可以得到芋圆的呀。我不要吃芋圆，我自己去吃。哎，我想讲到左你说不吃怎么可能？然后继续。结束这样，对，怎么好？今天讲的二打二的比赛啦，大家加油！好，给他掌声鼓励。叶玲讲得很好，不错。他以第一次这样子来实习的时候，他可以讲得这么清楚，而且实属难能可贵。三战两胜那这个游戏你有玩过吗？我看我儿子玩过。哦，所以他平常在家都玩这个。他到日本去首发的时候他就已经玩。对，这个游戏是这个里面才刚出的，非常热门的游戏。前天买大前天。哦。16号好像。对，16号。就我儿子啊，对，16号我儿子刚去的。对。刚去买。很多人都为了这个游戏。他是为了这个去的。可能是这样。对啊，是为了这个去的。我就这个了。哎，是这样。不是这个。哦，我是那一个。那我要怎么选？要开始喽！用可以用摇杆，然后选一下。等等，阿公，这个我是谁啊？那我选一个。对啊，我们要先分队啊！哎，没关系，这样我跟他一队，你跟他一队了。好，剪刀石头布了。啊什么？哇塞，你还卡？没关
听到还喊，大家喊，帅，你要么喊，你喊点，你喊给我听个，喊，谁来喊，谁来喊，喊，好，我不管了，喊，给不得一个票，给你们，来。来快点！怎么？哎，可是为什么没办法选？啊，选可以啊，你选好了，先帮你选地图是不是？我是谁啦？是选地图的，好，这个。啊，我喜欢波霸哎。哎，待会儿，你现在都不要动，我才知道是谁。对对对，好，你的啦，你先选。是我。哦，是你，是你。这个场景我看过。刚刚就知道是想要。这个场景我看过，因为这个场景我是在想打。对。他要用这个比较熟悉。对好。哎，等一下。哎，这个场景比较难哦。好，没关系。就做马内古大赛。我跟你讲，这个场景比较简单。就做马内古大赛。怎么样？怎么样？请问你知道怎么操作吗？我知道啊。知道，还不知道呢。你这么知道，那你解释一下。操，今天就做到这样的，我死。OK， 我就这样子。哎，你要喊。OK。哎，你再喊，我就不玩了。好了，不玩了。你再喊，然后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哎，不用，不用，不用，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好，那我是谁？我是谁？你是第二个，不是第二个是我啦。哎，那我是谁啊？你们都不要动，我来看我是谁。你们不要讲话，最左边这个是台哥。哦，台哥是长头发的。那我要坐这边，我要过个习惯。不用坐，就这样眼睛。那这样，那这给你，那我用这个。哎，那我要短头发，人家用那个角色。不要再乱了，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开始，不要再动。那，哎，为什么我要女的啊？你自己选啊，开始 ，OK， 开始咯，好，开始 ，OK 了，完了，你有按吗？完了，我按哪里 ？A， 对，我按 A 哦，好，来，开始咯。我跟你保证，是这样吗？大哥，你看左上角，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左上角好像是对。来了，左上角了，来。刚刚我是谁啊？我在哪里啊？在哪里？哦，我看到你右上角。我在哪里？你在左上角，你要这样拿，这样子拿，我已经 ready 了。对，我这样子，这样子怎么跟我们讲？来了 ，OK 了，对，好 ，ready， 好，好了 ，OK 了，哎，我 OK 了，我打谁啊？我打谁啊？嘿，这个是谁？我打谁？嘿，我队友是谁啊？怪异的，怪异的吗？杀！学生值看到没有？
我抓到你了，我抓错人了，我抓到自己队友。哎、欸，我真的不知道队友在哪、欸。哎、欸，你看，你们先不要动。好嘞，好。旁边那个就是你的队友，你看到吗？有一个绿色的线牵起来，绿色队。哦。橘色用橘色线牵起来，橘色。哦。这基本上对面的就是敌人，旁边就是朋友。对呀、啊，你打我干嘛呀？我没打到你啊。我在哪里？我是上面这个、欸。我是上面那个啊。我是上面这个、欸。对啊，我们两个站在一起，我说我没打你、啊。好酸哦。我打是推你。好，我们安。好，哎呀，小心。最后一站哦。哦。走，好累哦。阿公，你是有超强的、阿公超强的。喂，靠右喂！你干嘛？干嘛？然后撞撞！嘿，我打了好几个，我靠！啊，我被撞了 ！Yes，Yes， 呀，我好危险，我危险，我危险！都死掉！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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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危险！他们加油！大哥，他们大，这是什么意思？大招！呀！需要上诉？你要不要单打？哎、啊欸，你认输？我输了就输了。可是你想吃，你看完你的脸，给威尼一个特。他想吃关我屁事，我又不想吃。威尼想不想？威尼要不要上诉？上诉？那你继续上诉。我不让你哭。我们一起。哎、啊，不，我不上诉。拜托。我说你喘得快死掉了，我还上诉。哎、啊，我跟你讲，那个燕玲上来上诉好了，我去当那个小天使。哎、欸，还是我觉得实习生。你要问你说，威尼真的是想吃冰吗？威尼你是想吃冰吗？威尼没关系。我帮阿公喝那个苦茶，你要不你要他要喝苦茶哦。因为我今天那个女性特殊状况不能吃冰哦。那好啊，那好了、啊，那好了、啊，那我吃好了。不行，你还要上诉，你还是要打了赢了才可以吃、啊。你要赢了啊，你要赢才可以。啊，人家今天有男生特殊状况，你要今天刚好可以吃冰的、啊，真的是这样，汤匙呢好不好？对，我真的可以回来拿。等一下，你要上诉对不对？我是会自己。我不要上诉，我上诉干嘛？我不要。人家问你会吃不胀，我不要。请他吃状况，我不吃。请你顾你的队友。哎，时间差不多了，我没打完呢。没有。我现在算，哎，还有三十秒，十、九、八、七，下班，谢谢，好不好？这样。好快哦、欸。不是，我们要最后讲一下我们谢谢今天的抖内啊。不行啊，你要先那个，你真的要让你哎。他已经喝了，我想说你这样让晴晴帮你喝了。不是，晴晴他今天是想喝了，他不是帮我喝了。因为他要降火啊，他就火在往上面。那个来也喝苦茶吗？他降火吗？会不会对啊？会不会不好？太凉了。啊，那不要喝好了，乖乖的。好苦哦，我的妈哦！哇、欸，哎呦，不是加糖，先加糖。拿一下，我们先念一下，谢谢今天的抖内。因为时间也差不多。这个还好，这个没有很苦。你问这个，不要再一个机会，因为我累了，快点快点。他们都喝了，你看规则。来，因为时间到了，快点。没有规则，规则不苦，不苦，你的还比较不苦。我不要上诉啊！不要，拿来快点。你让他上诉一场啊，真的。让他自己上诉啊！你跟他一起打一场而已，不是刚刚三战好苦哦，上诉只打一场。我不要吃啊！好苦啊！你有烦了你？真的？好了，快点，快点，快点！我要下班了，快点！今天的比较不苦哎、欸。来，预备，开始。开始。
你们要一起啊？哦，我们一起，来，要开始啊！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现在有点无力。其实我跟你讲了，我们现在也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吃了。好，我不能吃也就算了。阿公，快点，我们最后一场，好不好？好好好。突然苦味袭来，我跟你讲，我现在用大招。靠！我刚自己绳子甩到自己。啊！滚！切！滚！切！这！Oh my god！ 好嘞。Yes！ 下。快看！ Yes！ 很炸呀！靠呀！我还在哦，为了我死了，我要死掉了。你呢？我输了。谁输了？我们输了。你又输了。上好，那没话讲了，上输失败。好，恭喜洋洋，耶！好。谢谢阿公。然后我你好可怜。谢谢阿公。我要谢谢大家，今天真的是哇，今天抖内的不得了哇！天哪，今天抖内就有机会抽到阿公带回来的一兰拉面。谢谢阿诺内 ，Hiro 桑，赞助者 Hiro 桑，金额500元。赞助的讯息是百祥名言，百祥名言，大家都要做最强的自己。好的，接下来也有是俊台恋粉丝俱乐部，抖内1000元。推荐泱泱去吧，道中桌球社是什么？这个我也有看，好看哦。好，谢谢有新朋友推荐我。接下来是羊奶，好，羊奶的抖内100元，吃中去泱泱也好挣啊！掌声鼓励。深宫韵俊，韵俊，抖内100元，有了妹就把小俊俊晾到一边，帮俊 QQ 了。好，谢谢啦。阿公今天好爽，抖内50元，是看护三人组回来照顾阿公了，谢谢他们，好不好？还有泱泱，我想大声的告诉你，抖内50元，嫁给我好吗？我175/19，好。你要问阿公，175是他的身高，19是他的年纪，年纪啊，对啊，19对。然后阿雄抖内100元，阿台、阿明、阿来和来嘛，啊跨步啊，来去哈嘿哈，来去牛猪羊抖内500元，阿公请小心扇子 ，OK。好，谢谢你拿退一杯50元，抖内1000元，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好不好？阿公下面下一碗面给我吃，给我吃，对，抖内100元，想看现场就知道今天会爆了，好不好？然后尊重包容，抖内50元，这盒不错吃，阿公感谢寿比南山，谢谢，好不好？这盒真的不错吃。路过假面骑士抖那100元，今天画面太美，要抖一下，谢谢。因为今天真的是还好是靠这三位，如果今天还是我一个人的话，就糗了，好吧？而且还有燕玲来，燕玲也是。燕玲要先入镜一下。燕玲来入镜，大家。这边对啊，来，这边吧，这边。所以今天可以说来宾位置比较大。所以是这个，因为大家的画面都很好看，所以今天抖内特别多，好吧？然后一兰拉面我们刚刚抽出来了，但是因为抖内金额不足，所以我们留到下一周再。你真的很喜欢骗他们呢？是这样的吗？是这样吗？没有啦，会抽的。不要抽啊！谢谢大家。啊，我知道了，一包一包抽好了。这里面只有一包，这里面只有一包，里面有5包吗？里面有50。啊，反正最后那个俊会来决定了，好不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抖内，也感谢我们的这个 Razor 还有我们那个神兽，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OK， 那么那个永威说一直嘎嘎嘎嘎嘎什么意思？再帮我讲一下。再讲一下。再给我看，好玩的事情。谢谢神兽 Razor。好，神兽跟 Razor 好不好？好，现在那个按照一立一休的时间，现在超过5分钟，应该多166块，好不好？没有关系，问你可以。好了，再次跟大家讲，这个游戏很好玩哦，那个叫什么？那个 Arms 真的很好玩，因为我跟我儿子他们都有在那个
饭店里面玩那个真的很厉害，所以你还是去日本玩这个。对，因为他第一天开卖的时候，他们讲就，哎、欸，我跟你讲，就是要去买这个。他其实他愿意去日本的目的就是要买这个、哦。他是为了买这片才跟你去日本。对，说的是呢，好不好？这个游戏很好玩，全家一起就啪啪啪啪啪啪跟他拼了，好不好？那就这样，永威现在说这样，就说可以 OK 了。好，木曜十号晚，我们下周见了，谢谢大家。拜拜。Thank you.